在旅途的尽头，旅人终于得到了全知全能的钥匙。他耗尽血肉和魂灵，将自己的身躯铸成华美的宫殿，新的家园冰冷又美丽。而被囚于宫殿的旅人再也无法向外踏出一步。全知全能的王，镜中的倒影喃喃低语，为何还渴望使者的来访？因我再也无法触碰。他回答，因我再也无法感知。倒影不再回应。无人的宫殿中，盲眼的旅人陷入空无的永寂。他早已忘记，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放弃了身为人类的一切。什么名字好呢？说，这个名字可以吗？你看啊，作为城市还是有个名字比较好嘛。这可是我们的福楼沙的新人类将要诞生的城市，没有名字也不方便称呼呀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福洛斯这个名字怎么样？毫无意义。在福楼沙的语言里，它意味着晨星和未来，多适合这座城市啊。这里将会诞生新的人类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文化，直至繁荣遍及整座星球。说不定，甚至能超越弗洛莎，成为新的星间文明呢。愚蠢至极。说。新的种子依然没有诞生。是啊，但植物倒是生长得很好呢。啊，最近我又发现了一种很美的花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里的环境即使放眼整个太阳系，也能称得上最完美吧。无论是光照还是雨水，都是最适宜植物生长的树脂。人造大气层的自动化调节真的很厉害呢。虽然现在藏在云层后面，但到晚上就能看到那两颗小行星了。花了几千年捕获到它们，真的很值得呢。毕竟第三和第四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嘛。现在，这颗星球也有自己的月亮啦。看，就是这个。是我今早刚刚发现的，弗罗莎的数据库里没有它的记载，是没见过的新品种呢。看。它开得多美呀。这颗星球在改造前是那么贫瘠荒凉，甚至地壳下面全是万年不化的坚冰。那个时候完全无法想象，这样一颗星球居然也能变成生机勃勃的样子呢。没有新的种子，毫无意义。我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也会毫无意义。嗯，我知道，这座城市只是为了培育完美的人类，容器、美丽的风景、新生的花朵，在你眼中都没有任何价值。我想，我也是一样的吧，是我的错觉还是？索，你只对我特别冷淡呢。这就是我最讨厌他的地方。可是如今，我连这种讨厌的心情都有些记不起来了。我的大部分意识已经沉入海中，同时汲取潮汐带和海的能量，让我的存在越来越膨胀，行动越来越迟缓。我的人格被不停冲淡，我的自我在不断流失。如今存在于此的，只是承载了小部分意识的分身，
借此接触外界，感知外界。那如果继续汲取能量，你的人格会被完全冲散吗？变成彻底没有感情的近乎机械的生命？那正是我所追求的姿态。为了统御莫大的能量，构建理想的家园，人格和自我才是最大的阻碍。凡人之躯怎能背负星辰之重？变成那样又有什么意义？失去人性的神要如何引领他的子民？恰恰相反，人性只会成为神的枷锁桎梏，神应该是维系世界的裁决者。所谓人性，只有在个体层面才有其意义，很多时候会与群体的利益站在相反的一面。神有义务勘定世界的存亡，则必不能为人性所困，因人性动摇准则，应追随有效的真理，而不是想象的道德。我的故土弗洛莎就是个最好的例子。若是受制于人性，为了应如何做而摒弃要如何做，那么在第一次深渊来袭时，弗洛莎就已经彻底化作了宇宙的尘埃。我将跳脱人性所带来的困境，德行所蒙蔽的心智，以全知全能拥抱绝对的自由。我即是规则。即使那意味着你将不再是你，将意识沉入海中动弹不得，真正被困住的，真正不自由的是谁？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？我必须这么做。我是弗洛莎所遗留的唯一子民，第二行星文明仅存的痕迹。只要我依旧存在于此，我的故土，我的文明就没有消失。只要我继续汲取力量，不断膨胀，终有一天，我的120亿同胞能够重见天日，再续文明，与遥远的星球重建新弗洛莎的一点一滴。这是作为弗洛莎仅存的唯一人类必须去做的事。唯一的人类吗？索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无论是什么新家园还是新人类，我都发自内心感到无所谓，一点都不曾真心在乎过。我会如此积极热情专注于此，巡视这颗星球，打理这座城市，只是因为那是你第一次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你的代理人，自然应当谨遵你的意志。只是告诉我，索，从我诞生伊始到如今这漫长的时光里，你从未有一秒把我当作人来看待，对吗？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记起了我如此讨厌他的原因，那是无数个昼夜孤身绝望徘徊的我的身影，那是漫长岁月中独自呐喊哭泣的我的声音，那是走上了这条路的我已经绝对无法触碰的曾经，只是看着就让人生厌，只是听到就让我痛苦，所以我才讨厌他。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？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难道觉得你和我会有什么共同点吗？这样啊，回独行者吧。代理人谨遵你的意志，索。这时是独行者上的潮汐带监控装置发来的报告，上面说在太阳系边缘刚刚发现有可疑的物体闯入，疑似是一艘航天器。